同张智霖有床戏，周秀娜代2000万。萧鼎一早前就用了2000万成功签咗周秀娜12部电影的合约，今年之内仲预计有2部电影会开落啦。而周秀娜就话已经买了部 Benz 奖励自己噶啦，不过始终计落条数都100几万一套戏噶，部车够唔够冚你个票房压力噶？又唔会有压力嘅，讲真的。咁我觉得系即系大家喺呢一个合作上面系讲互相即系信任嗰个关系，系啊。同埋呢樣嘢好難講嘅，不嬲到呢一樣嘢，即係你講票房嘅嘢。阿娜娜就話：第一部電影將會係千億惡魔愛上我同痴靚合作，講啲好似夢幻咁嘅愛情故事，有啲似《風月俏佳人》㗎。咁唔知會唔會有激嘴同床戲睇咧？冇所謂嘅，其實。有激，嗰啲有激床。左謙仔嗰套激。即係呢套都 OK， 冇問題嘅。冇問題，冇問題。最緊要係故事啫，劇本啫。12部戏拍落，随时拍你好几年噶。入边有冇啲咩附例啊？例如啊，唔俾拍拖啊、结婚生仔之类咧？可以结婚嘅，但唔可以开大堂啊。可以结婚，但系唔好拍拖咯。嚟紧咁多部，咁所以都系自己都系专心啲，即系专心啲做嘢啊。系啊，我谂应该都冇咁多时间拍拖噶啦。拍拖可唔可以先点使啊？唔可以生仔咯，唔可以拍拖。